我就是麻烦您，到公安局去替他说两句好话，我儿子的罪行就能减轻了。好话，好话我已经跟你们说尽，可你们却变本加厉。侯玉倩，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，我要坚持我公民的立场和原则。你有什么话，就直接到公安局去说吧，你就别在我这儿磨蹭了。 李院长，这个事儿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把孩子教育好。我求你了，给孩子条出路。我给他出路？我能给他什么出路啊？给他出路的是政府。只要他们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政府会给他出路的。 你看我们家三个儿子，两个都跟你有过节，他们还小不懂事儿，都是小辈儿，看在这个份上您是长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开开恩吧，好吧？我要向他们开恩，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你现在到我这儿说软话，晚了，侯玉倩。我告诉你。 我跟你已经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窦兆光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也会在法庭上让窦兆辉承认诽谤我的事实。薛主任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必须去找李世学，他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我大哥绝对不是蓄意谋杀。赵辉，你不能去，你这么激动，什么也帮不了你大哥。那我不得眼睁睁看着我大哥不管吗？主任。 我求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你也不要再拦着我了，杜兆辉。你这样的情绪，这找院长怎么谈？不会有任何结果。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真的要找院长谈？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。 你们的恩怨，我也有一份。当年要不是我帮他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该是我赎罪的时候了。薛主任，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绝不会让你跟我一起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欠我什么，没有必要向我赎什么罪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送人那个孩子。 在这个世上，每个人活的都很难。人这一生，要碰见许多事情，有些事儿，连你自己还没想明白，它就突然发生了。面对变故，我没该怎么对待？薛主任，你说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现在顾不上这些了。除非让李世学去给我大哥去澄清事实，我大哥绝对不是一个杀人犯。 我马上撤诉。你肯撤诉？对。只要能减轻我大哥的罪责，认了。我什么条件都可以满足他。我可以答应他的要求，在全院职工面前，我向他道歉。我就是个小人，我是个伪君子。我和他之间，以我的失败而告终。这也算是彻底的结束了。 你大哥，你就没想点别的？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甘心。
事你得跟我爸一块儿去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早去早解决了。放心吧。你不要再跟我软磨硬泡，告诉你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，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你还想让你儿子叫我给你磕头认错？亏你想得出来，叫我磕头认错，我告诉你，指不定谁让谁磕头呢。告诉你，你要想让你儿子没事儿，你就自己看着办，该怎么认错吧。你是想让我给你磕头认错？我没这么说，我只说你儿子想让我在你面前磕头认错。好，李院长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为了我儿子，我这就给你跪下。你们全家都到了，我侯玉倩错了，我现在给你们全家磕头认罪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哎，你老妈，你别这样，而且有话当面说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润润，你大妈这辈子都是为儿子们拼搏，今天我再拼一次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为了我儿子，我值。大妈，大妈，不值。起来。妈，你起来吗？不值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呀？李世学，你别欺人太甚了，你。掌柜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冲动。高掌柜，你身为医院的一个医生，竟然指使自己的母亲到医院来闹事，自己还无理取闹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医生。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我用不着你原谅我。不是，李世学。你是不是把我们一家都给逼疯了？你做梦！辉儿，别说了，辉儿，你放了，你大哥在牢里头呢，你放了。妈，那也用不着在这种人面前低声下气。窦兆辉，你太放肆了，窦兆辉。你应该明白，你大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你的错，是你害的。李世学，辉儿，你听我一句，我求你，行吗？咱们娘俩现在给人家跪下，听见没有？咱们给他跪下，你听见？妈，妈，你起来，妈，你听我说，妈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李世学去给我大哥说清楚。你休想！李世学，你别逼人太甚了。我逼你们了吗？我逼你们什么了？窦兆辉，你不要再继续血口喷人了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想怎么着啊？还想动手啊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上来打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一样把你送到大牢去。你是谁呀？干嘛？李世学，你认识他吗？清楚，难道你不想对他说点什么吗？太急。妈，大妈，妈，大妈，妈。
清楚了吗？是这样子的，我妈现在在医院生死未卜，我求求你让我看我妈一眼，行吗？你的情况我们会向桑吉您的怀孕的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冷静，我冷静。你快去帮我，回去，拖回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。小张啊，窦兆光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当时窦兆光非要见他母亲，见不到他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可您又不在。我们就和他家属进行了联系，他妻子说他母亲住院了，我们也就和他实话实说了，没想到他会。侯玉倩住医院了，他的病情怎么样？他家属没说。侯玉倩可是靠着自己的毅力，从小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培养大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一尊神，一个偶像。一旦这个偶像倒塌了，那哪个孩子都会跟着倒塌的。李局，窦兆光是你们清水人，您这一次来金崖也是为了他们家的事儿来的，您可要帮我们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让窦兆光安静下来？他要总是这么闹下去，这也不是个事儿。小张啊，你要好好磨磨他的性子，等他冷静下来，我要亲自跟他谈。是。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就是那个孩子啊？就因为他手上那块胎记？如果他真是那个孩子的话，他完全去可以做 DNA 啊，去做 DNA 证明自己。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用那块不知道是谁给他带来胎记来威胁我？文丽啊，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窦兆辉，他阴险得很。李世学，你真是个混蛋！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心里有多么的阴暗。我告诉你。我跟刘明哲当年是清清白白的，窦兆辉就是你我的孩子。他不是我的，他不是我的孩子。他如果真是我的孩子的话，他可以去做 DNA 啊，去做 DNA 证明。现在就叫瑞瑞回来，马上去跟他说啊！让瑞瑞马上离开窦兆辉的理由没那么单纯了，是不是有人剽窃了窦兆辉的课题呀？你到现在还认为是我在剽窃他？李世学，你脑子更新的有那么快吗？为什么你的观点和些数据跟窦兆辉的一模一样 ？HCU 和 CUI 不过就是个名字上的差异罢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窦兆辉的 HCU 我看过了。文丽啊，你现在分析的都太片面，你具体情况你根本就不了解。我是实事求是。我不承认。我告诉你，这
你说不出来让瑞瑞跟窦兆辉分开的理由，你就是学术界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，一个偷盗者。 我没逼你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如果你说不出理由，对不起，那我就上法庭上为窦兆辉做证据。文玲，文玲，你现在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你知道，我现在跟窦兆辉的事儿已经是箭在弦上，我根本就停不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你出庭给窦兆辉作证，这个官司我也一定要打，我会一直打下去。那好，那么我们就法庭上见。文玲，你听我把话说了好吗？我也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赵辉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能主动揭开谜底，好事。总比不让院长知道要好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意想，也不想承认我揭开什么谜底。我和李世学之间没有任何秘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面对现实。现实就是。 我要给我妈查出病因，彻底给她治疗。还有就是，我要全力以赴在法庭上争回我的著作权。你还要打？对，打到底。赵辉，薛主任，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待会儿。好好，好好想想。李世学，请你看清楚。 李叔，我妈怎么样了？你说，窦兆光，这是公安局的谈话室，不是在家里。你要叫我李警官。李警官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现在，你三弟窦兆辉刚才和我联系过了，你妈已经苏醒了，她正在接受全面的检查。李警官。 你冷静一点，坐下。你要知道，现在调查期间你是出不去的。不过，检查结果恐怕要明天才能知道。李警官，如果什么结果的话，请你马上告诉我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 这是你三弟让我交给你的，窦兆光，你现在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们调查。 马文玲已经给我们写了事实经过，李世学也确认了，你现在要有思想准备，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涉嫌犯罪。李警官，请你转告我三弟，小何令我收到了，我明白我三弟的意思，而且要告诉我。 家里人都在等着我，在想着我。李警官。
你们问吧，我会全力的配合你的。离婚协议。 是窦兆光用了一夜写好的。让您啊转交给他的妻子。这么看来，窦兆光他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了。他还说啊，他自己要是出不去的话，就把他酒楼让他的家人帮忙给卖了。啊？他要把那个大酒楼给卖了？他说呀，卖的钱交给他母亲，他可能服侍不了他妈了，这些钱啊就让他母亲留着家用。 这个窦兆光，哎，李局啊，其实咱们金阳市的人，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天韵大酒楼的，连我都去那儿吃过饭，味道不错，人家可多呀。嗯，他要是真把它卖了，我都替他惋惜，太可惜了。嗯，现在窦兆光写了离婚协议书，又要卖掉大酒楼，这就说明他已经平静下来了，不再那么激动了。小张。 你们也要抓紧时间，对他继续审问。不过，一定要记住，实事求是。其实啊，如果不是李世学死咬着窦兆光不放，窦兆光的事儿也不可能这么纠结，更不会到了离婚、卖店这个地步。现在，他母亲还住在医院里，我现在就去看看他妈妈去。 吓着你了吧？你这是待了一宿了，赶快回家睡一觉，就快去。妈，没事儿，我皮实着呢。你那小兽医呢？ 他给您去拿化验结果去了，还有我二哥和小丽姐，他们去单位请假，请了假就过来陪您。我说吧，我这一病把大伙都牵连了。妈，小丽姐，妹妹，辛苦了啊。小丽，妈。 怎么样，好一点没有？我这就是个病秧子，又不是头一次住这儿。阿辉去拿化验单去了，等他拿回来，咱们就回家。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待着呢。这个赵辉磨磨蹭蹭的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妈想跟你说说小光的事儿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看小光这孩子。 他在里边硬说他去杀人的，他杀谁了他？他不就是想找李世学讨个说法吗？这个孩子他没脑子，你知道吧？大妈，你别担心大哥，我保证，我妈一定会去公安局为大哥解释的。瑞瑞，你还要跟你爸爸好好说说，他也很关键的。 小丽，妈不光操心小光这事儿，他还有个大酒楼呢。那三年五年要是出不来，酒楼就这么搁着，没人管，不定哪天出点什么乱子呢。是啊，这酒楼现在生意正红火着呢，大哥要是不在，一定会受到损失的。就是啊，我想呢，要不然把酒楼。 早点卖了算了，你们说呢？早卖早省心，省得我一天到晚牵肠挂肚的。我一想到酒楼，就想起来小光。
想起小黄，我就想起九龙，我怎么办呢？大妈，这九龙不能卖，这九龙是大哥的命根子，你把它卖了，不等于把大哥卖了吗？我知道，那是大哥辛辛苦苦的心血，说没就没了。那不是没有别的好办法吗？那总比关张强。妈，九楼不会关的，我会撑起来。小丽，妈，我已经辞职了。小丽，你辞职了？我辞职了。妈，您和瑞瑞说的都对，酒楼绝对不能卖。如果把酒楼卖了，就等于把大哥卖了。我们不能做这样对不起大哥的事情啊！我一定会替大哥把酒楼撑下去，一直撑到他回来。小丽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那会儿你大哥这么让你辞职，你不辞，现在你怎么说辞就辞了？妈，现在的情况和我当初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，相信我，妈，我一定会把酒楼撑住的。等大哥回来，把一个完整的酒楼交还给他。哎，小丽姐，我和你一起撑。多美呀，这么多好闺女，妈高兴。小丽，哭了，李叔叔，我妈得的不是胃病，她得的是肾衰竭晚期。他自己知道，人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小辉，这事儿先不要告诉我，不能让他承受太大打击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要救我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已经做好给我爸捐肾的准备。不行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！你现在让我去劝窦朝辉做 DNA， 那只会激化他的抵触情绪。魏昌啊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朋友，虽然过去有过磕磕碰碰，但那已经过去了。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跟文林一起来瞒着我！你又一次让我感到失望。世雪，你我之间不存在谁让谁失望。你也用不着拿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当年那个孩子是通过我的手送出去的，现在能把他找回来，我感到很欣慰。
你说我和文玲串通一起，那你告诉我，当初送走的时候，你说那孩子会有后遗症。如果杜兆辉真的是你儿子，我怎么去面对文玲啊？杜兆辉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你让我劝杜兆辉去做 DNA， 就是不想承认他是你儿子。对，我根本就没有儿子。你别这么冲动啊！如果是呢？你想过没有？窦兆辉如果真是你的儿子，当他知道你这么冷酷，他会认你吗？你怎么面对他？伟昌，我请你帮我这个忙，让窦兆辉去做 DNA 行不行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就算我求你了，让窦兆辉去做 DNA。石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要不说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大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家老三赵辉他毕竟是个大夫，你就听他的，在医院好好住着，接受治疗啊。你说你为这三个儿子吃尽了苦头，现在他们也应该好好孝敬你了。谢谢你，李警官，你给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啊。你看小光在里边，我想着他只要好好的说实话，配合你们，不管是什么结果，我都踏实，你知道吧？姐，你就放宽心啊，我是相信窦兆光他会积极配合我们的。你看着他长大的，我们小光打小吃的苦最多了，三个孩子里边跟着我受了多少累呀、啊、找那么个媳妇多不容易啊。之前上门里说离婚他死都不干，这会儿跑到里头去怎么写开离婚书了？这孩子，你他打小就是这样，一遇到事儿吧他就让自己先受苦。不过大姐啊，我是感觉你这大儿媳妇尚文丽她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我找她谈过话，我发现他们俩并没有完全走到尽头。是啊，他跟我也说过呀，他说你看这个酒楼不能卖，要是卖了以后我对不起大哥，我得把这酒楼撑下来，我不能干那种事儿，完了大哥出来的时候我再把酒楼完完整整的还给他。这话是不是没有离婚的意思啊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真的呀，就这么说的。那他这话里的意思是不是有那种他不想和小光离婚？你怎么看呢？大姐啊，其他你就别去多想了，就听你三儿子赵辉的，在医院好好住着啊。我有空我还会来看你的。啊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李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件事，你坐坐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想问赵辉的事儿？是我的事儿。你的事儿？李警官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得了那种不好的病？你？我说的不会有错。你胡说！他妈怎么会？怎么会是肾衰竭晚期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二哥，瑞瑞，他妈的病情，只要咱几个知道就行了，千万不能让他本人知道。我会想尽办法挽救妈的生命的。三弟，其实你和李叔叔一进病房，我就已经察觉出来了，你们俩的状态很不对，都是装出来的。所以，你也不想给妈增添负担。其实，我现在就考虑两件事情：一是怎么让妈闯过这一关；二是守住大哥的这份产业。如果我能做到这两点，我也就不愧为窦家人了。小丽说的对，老三，大哥创下的这份产业，足够给妈治疗的费用。
在经济上咱们不用担心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给妈找到合适的生意人。二哥，你别打断我，我知道你说什么。现在大哥在里面受苦，我就是家里的老大，一切都得听我。老三，你准备一下，带我去医院检测，准备给妈换肾。走啊，还磨蹭什么？二哥，这事儿用不着你了，我已经做了各项检查，明天检查结果就会出来。老三，轮谁也轮不到你，你想过妈的感受没有？如果她知道你把肾换给她，她后半辈子都会痛苦。二哥，你不要再跟我争了，咱们三兄弟就是一个人，咱们也只有一个妈妈，不管我们谁给她捐肾，妈都会很痛苦的。老三，你就别在这犟了，你不为你自己想，起码你得为瑞瑞想想吧，不能因为你一时的犯倔，你就让妈和瑞瑞都为你痛苦吧。瑞瑞，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提前没有跟你商量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你要是觉着，那我们就……老三，三弟，董成辉，你跟他还球，瑞瑞。李世学是在造谣，他在侮辱我，居然说出这种脏话来，我绝不原谅他。还有你，薛伟昌，你居然相信他这种屁话，跑到我这儿来追问我是吗？你连我你都不相信是吗？文玲，你和刘明哲的人品我是非常了解的，所以说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，对这种事儿不能圆雷池半步。可当时你们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，又是年轻人，那种冲动，我……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把我儿子送走了。他是什么人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我不会原谅他。大妈，到时间吃药了，您的药。哦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这眼睛真好看，随你爸随你妈呀。随我妈，来，您吃药。哦。哎，我是胃病啊，这是治胃病的药吗？给我看看。大妈，您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真是我弄错了呢。你哪是胃病啊？您是肾出了问题。我肾怎么了？大妈，您什么病？您自己还不知道呀？不对呀，可别弄错了，出事儿啊！孩子，你去问问我那主治大夫，我是什么病，过来告诉我，我再吃药啊。大妈，您信我，真没错。您是叫侯玉倩吧？我是叫侯玉倩。你们楼下外科那个窦兆辉窦大夫是我儿子。说我这是什么药啊？是什么病啊，孩子？那个大妈，您是窦医生的母亲啊？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他怎么会得这种病？这会要他的命的。大妈太可怜了，这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，又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么多事情，现在又弄得肾衰竭晚期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呢。你说这好人怎么就那么惨呢？Thank you.
睡，转眼又是一岁，霜染的鬓发难掩一年年的泪，想用怀抱暖你的身世，这一生注定写满悲欢交织的。